掉一切。这个风水学大概归纳几个原则啦，开门见厕。对啊，钱财难测，开门见灶，脾气暴躁，房中有蛀，进门就吐，开门见主卧，私密处外露。对，你啊，大门一打开，如果见到主卧的话呢，不行不行，私密处外露就是你家的八卦啦、家丑啦、啊老婆爬墙偷吃啊，哎，这一类的事情。刚刚讲的口诀嘛，对对对，是曾老师自己创的嘛？对，他自己创的。哦，那正版的说法是这样子：后有靠，对，前有灶，对 ，OK， 左右要有抱，对 ，OK， 灶中要有泡。对，左青龙，右白虎，前朱雀，后玄武。你以为我们如何能够屹立不摇？真的，表面好像说不相信，在心里面。